安华政府致力于缩减行政部门的规模，之前的联邦直辖区部如今就降格，成为首相署旗下的联邦直辖区局。政府首席秘书丹斯里·穆哈默祖基今天和安华在吉隆坡市政局听取联邦直辖区局总监拿督斯里·罗斯达汇报重组后的结构安排，之后再出席联邦直辖区局和一众直辖区国会议员的交流会，商讨重大课题以及直辖区的发展政策。这也是安华任相之后第一次到访吉隆坡市政局总部。